瓶 Corky 帮我吸一下，要口水。这个真的会非常强。等一下，你喜欢看这个？你喜欢龙吗？还是你的？真的吧？你继续录啊，我要外侧。觉得大概升到囊袋。那真的有气体进去的时候，里面那些什么液体，那会被激出水、激出泡泡来。这边是这颗牙齿比较严重。那个听得久一点。哎，怡婷，口体帮我吸一下，口体帮我。我先帮你做气泡。气泡吸掉了。你用刀刀帮我吸掉。他吸掉。嗯，刀刀帮我吸掉。然后过来就好。把牙补起来了。放大了气泡出来了，很臭吗？整个整间都是的吗？不是啊，张先生可以了哈，我。那头发右边，头发右边，头发很小一下，很小一点点。在几秒了？现在？嗯。现在还有300多秒。没有，经过几秒？经过了快300秒，270秒。360秒的作品。主要是这一颗啊，你可以特写。哦。主要是这颗，大概根据羊大的难度深入进去。好。如果他到时候根管治疗可以放回进去，根管治疗就是非常有用。嗯。那这从左方大概少好几天。差不多还有50秒。6分钟就好，因为太久了，我觉得很臭。太久了。嗯。每一颗牙齿可以扫过，因为它气体自己会在里面分布啊。你打进去，它气体会在里面分布啊。你要停久一点点就好，停2-3秒，它气体会打入细胞间壁里面去啊。